谢子伦年几前离开爱回家剧组，虽然间唔中都有参与剧集演出，但2021年起开始做生意，仲同圈外老公结婚，过住少奶生活。近日佢老公香港新方向成员马志恒就宣布出选区议会选举，为咗力撑老公，佢就做跟得夫人，陪老公出席选举论坛，又煲罗汉果水为佢润喉打气。日前马志恒去 TVB 电视城参加选举论坛，身为地胆的佢就话自己是小助手，仲带老公去餐厅吃饭。期间咁啱系流行都市嘅放饭时间，佢哋就去咗探班，仲同大王安德尊见面。佢仲大爆老公同大王原来已经相识咗20年，话仲早过佢识啊！